PGD-261 直线式干燥时间记录仪按 ASTM D5895 设计而成。仪器上装有六条玻璃测试带，可让六个样品同时进行试验。试验时，操作者可选择四种不同的试验时长，设定滑针走位测试带所需的时间。配件包含12根玻璃条、6个负重砝码、1根电源线、6根滑针，另随机附带校准证书。